当地的餐饮文化盛宴——洛阳水席。水席之所以起源于洛阳，这与洛阳的地理气候有很大关系。洛阳四面环山，地处盆地，雨量较少，气候寒冷干燥。民间饮食多用汤类，喜欢酸辣以抵御干燥寒冷。这里的人们习惯使用当地出产的莲藕、山药、萝卜、白菜等制作经济实惠、汤水丰盛的宴席。就连王公贵戚也习惯把主食副食放在一起烹制，久而久之，逐步创造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洛阳水席，并逐渐形成酸辣味殊、清爽利口的风味。下面，就让我们揭开洛阳水席的神秘面纱，去领略中原餐饮文化的历史传承遗迹吧。宴菜可称的是白萝卜的华丽转身，虽然食材有许多种，但是白萝卜和高汤的地位始终不能撼动。白萝卜营养价值较高，民间自古就流传着冬吃萝卜夏吃，构思别致的牡丹花让人连声叫绝，胃动快就已经食欲大振。一双巧手让一种最朴素的白萝卜食材超凡脱俗，娇艳华贵，活色生香。祖先的智慧，制作的秘密，师徒的心诀，时刻的领悟，美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。宴菜的地位几乎占据了洛阳水席文化的半壁江山，民间所打造出的素食风味和对营养的升华令人叹为观止，蕴藏着中原人对于滋味的某种特殊的感触，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，不断得以传承。下一道祝德来贵宾，笑口常开，健康常在，请赐人。伴随着宫廷盛宴的一声声吆喝，五州的荣耀、盛唐的辉煌再次得到了彰显，食客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和味觉发挥得淋漓尽致。